月十六日晚，电影《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在上海举行乌龙之夜发布会，导演朱延平携吴孟达、郝邵文、王宁、孔连顺、王志等主演亮相。当天活动现场以360度布景逼真还原了乌龙院的全貌，让整场发布会武侠气息十足。此番新乌龙院项目重启，让曾经的大师兄吴孟达与郝邵文实现了时隔24年的再聚首。现场两人在梦回乌龙篇章重演了吃鸡、假牙剃头等乌龙院经典桥段，在场嘉宾纷纷被这一季回忆杀击中，思绪瞬间穿越回20多年前。不过短短几个环节后，吴孟达就被郝邵文搀扶坐在了一旁。由于身体原因，吴孟达坦言自己之后会越来越少参与到大荧幕作品中，因此即将于暑期档公映的这部新乌龙院也极有可能是他的喜剧告别之作。话到此处，气氛难免伤感。不过吴孟达也表示自己在这部电影中倾注了很多的感情，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次的回归。致敬经典之后，几位乌龙院新弟子王宁、孔连顺及王志终于集体登场。为了表达加入乌龙院的决心，几人也在现场大秀才艺。王宁演唱了长眉师傅的代表作《吻别》，孔连顺不当女神变身段子手，大讲土味段子。产后复出的王志则首秀剑法，尽显柔韧身段。非凡娱乐上海报道。